嗰啲工作嘅。好，我依我得翻一件罩啊，十二年啊，一年咁迟啊。嗰啲有啲破啲。系啊，十多年。今年更加大咯，因为变成绕圈圈的话，分配部位更高，它变高大。我当然都，其实在我们大部分现在都太依靠交通工具。走个半小时，你还走个20分钟，我连饭都没吃掉。冬天的，东北。哦，对啊。又做充电站啊？没有啊，利用了这块旧电池做无电。没啊。我把家电充电充。那这个我想要个传统的。那你当抽灰？正常以每片那个加稳定的时候，差不多十分钟以上。其他的，哎，那当抽灰的，充几次？